大鑊啦！約五點半嘅，本身係港珠澳，咁我遲咗成個鐘啊，因為個鬧鐘咧，佢話佢有響，但我聽唔到啦。我係六點半先到港珠澳，嚇到撲街，即刻拍科記錄低先。遲到嘅人嘅準則咧，就一定要衝入去，唔可以私自人行。喂，行得行啦，快啲！喂 ，sorry， 攞翻個袋啊！我都唔敢相信，你都唔敢相信。你成世人都冇遲幾次到喎，最今日我兩次咯，跟住話嚇，但佢上次同我一齊極早到喎，真係要跑過嚟咯，遲到咁廢喎，我都呆咗，差啲報警啊，以為你好彩二仔聽到佢電話響啊，啱啱好啊時間，即係遲到嚟講係叫做準時嘅，就能夠成功入閘準備上機而家。佢哋而家又抽緊呢個台灣啲5000蚊，但係由於佢哋開始嚟啦，遲咗依家。嚇！我哋晏啲標嘢得乜先？我話聽，冇，我表。你早到咗啊！你話早到咗，架機早到咗。唔好意思，可唔可以攞個5000蚊先即刻？聽日我哋兜翻嚟抽咯。哦，聽日又可以啊。係啊，聽日大家中大券之前再過嚟咯。OK， 蘇林點解可以一個女仔過嚟台灣六日？六日我有著衫噶，有衫。懷疑蘇林嚟台灣係諗住唔著衫啊，應該。咁你收一收。係嘅，可以解放啊。哦，係啊，可唔可以叫你快啲解放？世界大海唔通呢個就係？嚇，你個我唔喺度。超過咗大海。我幫你 send 俾博哥。世界嘅，噴埋啲，咁你就好似冇著衫咁。而家就要同阿蘇林咧參加呢個悠遊卡嘅抽獎，鬥下睇下邊個運氣好啲。係啊，睇我哋會唔會俾人中到啊！我呢排咧覺得我身邊有個天使喺度，一對喺度幫緊我。估唔到呢個人咁直接。睇佢今日幫唔幫我先。哦，你咪講我。唔係啊！我以為你咁直接。有啲大隻喎，呢個天使。天使。天使仔。天使得個 B 嚟㗎係嘛？好。陳蘇林中唔中啊？有先去抽奖吗？有，后面的 iPad 要先抽奖，要拿这个 QR code 去抽奖。哦，抽完再过来的。对。哦，好。还有中奖才会过。哦，这边是中奖的。对，就兑奖区。好，谢谢。我哋啱啱排咗大輪咧，原來嗰度係唔係抽獎啊？嗰度係中獎，即係中咗贏家先有資格去嗰度。咁但係我哋彩排咗一次啦，依家呢度真係抽獎啊！睇下呢度中唔中啊？嚟咯，一齊咯。好嘛 ，OK。喂，中！你冇打人哋，你做乜打人？佢同我講 sorry 啊，因為我講 sorry 啊。你唔中咩？佢同我講 sorry， 我諗應該。啊，係喎。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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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乜鬼事啊！你阻住我個天使過嚟啊！你個天使，個天使同你講 sorry 啊，大佬。仲要懶係咁樣整十幾米，即係要米嘅金嘅。哇！等陣先，中咗啊！係唔係啊？係啊係啊！中咗啊！中咗要喺個排隊攞獎。嚇！我中咗獎。係啊係啊，中咗啊！屌啊！我悠遊卡我，但我冇悠遊卡。我唔知啊，但係你中咗喎，估唔到啊！悠遊卡我。我哋經理人中咗。哦！阿文中咗。是啊，抽到錢啊！抽到錢啊！你個天使喺邊啊？你的天使？我個天使，你個天使俾阿文搶咗啦！一定係你塞住咗佢咯！天使俾阿文搶咗啦！做啦，一陣間食嘢啦，咁又唔好。名字就沒辦法幫你做對。哦，真的哦。對，系統會很對不起啊。我輸入錯了嗎？對對對。所以邊張我沒法拿了嗎？對對對，因為你護照號碼已經。我先抽最後一個，我諗明白啦。笑咗，你仲話食飯？唉，我食完打食食崩啦！黐線，我打錯咗個 number 喎。唔係新消息，阿文中咗，但係打錯咗 number， 所以攞唔到。係啊。哇！我哋呢一團人好似蝦地喎，依家似佢爆神品陣喎。係嘅，唔到最後唔知邊個係最 lucky， 因為諗下 Fred Zhou 係到最後都嚟到，係咪先？可能一間炒翻出嚟，哇！唔係啊，原來又得啦咁。可能係。算啦，俾你啦，唉，見你澳門都過嚟。唉，好樂觀啊，你哋。Out of my skin, never been so easy.由於我哋今日過嚟嘅時候咧，咁蘇林就全程分享佢住酒店一啲恐怖嘅嘢啦。咁啱就不斷咁樣亂講嘢啊！
咁我唔知咩事啊，因為咧亂講起嚟講到咧，我哋一齊check 完煙啦，跟住入 lift， 跟住大家張卡都 work 嘅，得我一張咧係唔 work， 咁我要重新去搞過，依家就我自己一個咧就去上酒店房啦，咁就我嚇完蘇林咧，自己都有啲驚啊！依家我想講，但係我唔知蘇林會唔會喺佢條片度分享佢嗰啲恐怖經歷，大家如果係咧都可以睇睇蘇林條片，因為蘇林嗰啲經歷咧，啱聽佢講咧。是勁恐怖，是鬼片才會出現的情節嚟嘅。我哋而家睇一睇，我哋今天住的房間，你好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我進來咯。我不要嚇我，我愛你哦，大哥。哦。喂，哇，都唔錯，都唔錯。嚟，我入下嚟先。OK， 咁啊，整體嚟講好似都唔錯啊。不過今次啦，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個挑戰嚟嘅，因為我大家知道啦，我好細膽，我就唔係好夠膽啦。自己一個住酒店房，咁但係今次就冇辦法啦，咁啊焗住，咁都挑戰下啦，因為我喺啲好細膽嘅嚟講啦，但係其實都進步咗，慢慢開始大膽，咁嚟緊呢十日應該好大部分都係自己一間房啊，咁但係之後可能係會同阿太一齊一間房。咁啊睇下點啦，再加上蘇林講一啲恐怖故事，咁蘇林就講過啦，有一次佢喺澳門住酒店啦，就講個廁所板一打開咧。全部都血跡啊！咁佢仲覺得冇乜嘢，就叫人嚟，你哋唔記得執房咁樣，我嚟睇睇。廁所都唔錯啊 ，OK， 廁所。OK，good。OK， 所以應該 OK 啩，冇乜嘢嘅。咁而家就出發啦，同佢哋食啲嘢先。一嚟到咧有個客家板條，但完全不知咩嚟嘅咯，就試下先。使喺台灣嘢啊！使喺台灣嘢啲湯水，得呢個係有骨嘅咋，咪有骨。有肉係有骨。都係有骨嘅，勁清淡，唔會咁好幫你起骨嘅。我呢間啱你喎，蘇林。我超啱喎，佢連嗰啲咩香菇丸都係冇肉嘅，佢係話得排骨湯，即係阿雞 wing 呢個有肉之外，全部都冇。個鏡頭一向你嗰度，嗰啲風即刻嚟喎。加米粉，對對草先。好食嗎？好食啊！佢嗰個醬啊，油膏，嗰個豉油膏啊，醬。即係雖然佢樣比較凹凸凸，但係好嘅，好味。就係噏得先吸引啊！係嚟台灣一定要食呢啲嘛。佢唔需要靠雙手啊，靠實力。呢個米粉係講緊六十蚊幾蚊，十二三蚊。係啊，跟住有隻蛋。有啲肉碎咁樣，哇！可能因為即係呢度係啲即係婆婆去整咧，咁婆婆又唔使買名牌啊啲咁樣，咁可能就唔使賺咁多。唔使買樓嘅，唔使供樓嘅。可能供完啦，佢個鋪租都係搭，個鋪都搭出嚟嘅。係嘛？即係可能婆婆，我都唔買名牌嗰啲啊，我就收平啲，賺少啲咁樣。哇！但好味真係好味。啱啱講咩？我講先啊。你又再瘦咗，好明顯。我用片一大好似做戲嚟㗎。喂，翻唔到去啦，好煩啊！喂，你有冇做多次啊？盡做啦，係咪啊，大佬？啱先個感情好豐富啊，好充沛。哇！再瘦咗，劣質。但係大家見到㗎嘛，應該係從我鏡頭睇到，我真係瘦咗，係嘛？真係瘦蘇林啊，大佬。係咯，嚇親咯。係嘛？嚇親添啊！大鑊追到我添。喂！喂，你咁嘅速度真係分分鐘追得上我。係嘛？大鑊啦，咁就。咁你大鑊啦。你大鑊，你身體大鑊，你追到我嘅時候，你咁高大。哇！係喎，你五十分鐘屌，唔該，壓翻肉先，睇翻肉先。吃完啦，埋單355台幣啊，大佬，黐孖筋，阿婆真係視錢財如糞土，應該俾人打劫咧，佢都直接攞啲錢出嚟噶。唉，食完飯唔等啦，忍唔住，我哋要對得起嗰碗面啊！話先，好似唔錯。哇 ！OK， 哇哇哇！似係。係。係，冇我想做嘅機 ，OK， 走，拜。到了夜晚了，終於等到阿祖過來，接著我們就一起去全家買一下東西喝一下東西吃這樣。
然后呢就俾我哋喺呢个收银机隔篱嘅 mon 度见到今次拳赛嘅海报啊！但当我哋见到嘅时候咧，已经影唔切啦，所以我哋就留咗喺度啦，谂住等呢个广告，谂住记录低阿祖有型嘅一刻。就系、是、咁样，我哋等咗差唔多四分钟，终于俾我哋等到啦！哦，终于有啦！俾租，俾租，俾租，俾租！这个是他，这个是他。他打拳啊？他打拳哦。他打拳。你有没有打球？没有，他我说是他，他打拳。他打球。打拳。拳拳击。拳击的广告。你打拳的？对啊。好可怕！他明天。我是他的教练。好可怕啊！对。魔鬼跟喐人，謝謝教练回去吧。啱俾咗讲乜俾佢听，原来啱嗰个 poster 都唔系我嚟嘅。屌你个閪啊！屌你，我哋戆鸠喺度等咗五分钟，苏林想影。三分钟做咩？好可怕！结果原来好可怕，他是打拳的，是吧？好可怕！结果咩都唔好意思讲，哎，其实冇。系咯，睇住。我真系喺嗰边啊。你后面都有部单车啊？咁呢个咧就我台湾第一日嘅课啦，而第二日 back 租嘅拳赛啦，都已经出咗两条片噶啦，分别就系版 back 租教练同埋 Toys 大战钟培生啊，未睇朋友都系睇一睇啦。最后都想问一问大家，有冇人好似我咁试过咧，就系明明个闹钟系教咗，亦都有响，但唔知点解就系响嘅时候咧，好细声，细声到你听唔到，跟住就唔知醒。我就问咗阿泰啦，佢就话系可能我教个电话嘅音量咧教细咗。所以就令我聽不到，但我就自己再試了一次，發現是沒有這個情況的，所以都想請教大家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，讓我將來可以避免。 Thank you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，多謝大家，再見，拜拜。